菲菲，菲菲，冇理由噶，我知冇佢哋放我。哎呦，咦？三哥，陈宏，三哥，你咋来了呢？我过嚟揾阿菲菲啊。可是菲菲姐已经跟香兰姐他们去机场准备坐飞机回广州了呀。咩话？返广州？啊？佢冇通知我噶喎。哎，就菲菲姐不是想给你个惊喜吗？ 哎，再说了，你要来岘港，你咋不通知他呢？我咪一样谂住俾个惊喜佢。唉，那这次啥惊喜都没了。唔得，我要赶到机场揾佢。哎呀，来不及了，他们跟你坐的是同一个航班，你这边下飞机，他们那边就登机了。你现在赶到机场，人家飞机早就起飞了。咩话？头先佢哋喺机场啊？啊。咁即系我哋两个擦身而过。 我马上得机会赶返广州啊！哎呀，没有飞机了，广州飞到岘港这儿，飞机每个星期只有两个航班，你就算要回去，也只能等到下周一。咁我点算啊？噶，反正俺下班了，要不这样，俺到前台给你办一下手续，你呢就先住到这儿，哎，顶多到时候俺让同事帮个忙，把你就安排到这间菲菲姐住的房间，也算是解解你的相思之苦，好吧？ 你而家唔系呢间啦，呢间俾人住咗啦。你住呢个1509吓？哦，呢个大伯你哋嘅。嗯。咁我哋翻个房间休息噶咯。唔好谂咁多嘢啦，系啦。你咩打电话啦吓？唔系噃吓？个台风咁鬼大，撇到成个阳台湿晒，咁阿菲菲仲要坐飞机噶？ 可以翻广州。嗨，准备啊？好啊，系咪可以飞啦吓？啊？你估话飞就飞噶啦咩？你睇下外边风大雨大，睇怕啲飞机今晚都唔会飞噶咯。系啊，咁你哋搵我做乜嘢啊？哎呀，俺们怕你老想着，要俺们来找你玩的。系啦。吓？坐大啲啊！系咯系咯。 饮咖啡，好嘛？对对对，你哋唔使理我噶啦，我喺度得噶啦。吓，唔得嘅，冻低你去，我哋好似唔系几好意思啊。唔紧要噶，你哋去啦。吓，哎，而家知道，你生咗病啦，你别瞎想，你赶紧早点休息。系，饮多啲水啊。啊，精神啲，不如过嚟我哋啊嘛。使啦，你哋玩得开心啲啦，出去玩啦。啊，喂，我哋去俾嗰个。 系噃，多晏噶咯，菲菲会唔会翻到屋企咧？
打俾你。屋企又冇人接。哎呀，如果佢而家喺度就好。老婆，我真好挂住你。老公，我好挂住你啊。准备下去吃早餐了，你跟俺们一块儿呗，啊？啥？你头又疼了？啊？哎，菲菲呀，要不俺们下去吃完以后打包给你送上来？哎，行。哦，对了，那俺让服务员接着给你送点感冒药，你记得开门拿啊。哎，好，拜拜。点啊？阿菲啊，感冒仲重咗啊？对呀，昨晚出去凉风又严重了。哎，不俺打个电话给服务员，让他给他阿菲送点药啊，上个厕所。哎。哎，总台系嘛？啊，你好，系咁噶，即系我呢度咧有人感冒，啊，唔该你送啲药上嚟得唔得？哦，好好好，唔该晒，啊啊，哦，房号系嘛？房号系1507。王妃嚟食早餐嘅，哦，睇下佢不舒服，俺待会儿打包一只俾佢送上去。哎呀，呢度五星级酒店嚟噶，有送餐服务噶嘛，死蠢！哎呀，系喎，我头先净嗌人送药上去，唔记得人嗌人送埋早餐上去。先生，哦，请问是不是这里有人感冒了？哦，是啊。我是带上感冒药过来的，请您保重身体。哦。他点知我感冒噶？Ông đã cùng các đại臣của mình bàn định và ban hành những cải cách về thuế.哈哈，仲拎咁多嘅嘢。阿乔话呢度嘅自助餐真系正啊！啲檬粉都好正嘅，你睇下。哎，你们俩现在吃这么多，你们俩中午就不用吃了是吧？食完再讲。唔好意思。哎，大哥大嫂，二嫂，哎，你俩还在呢？哎，啊，喺树啦，晨早落落话唔喺树，大家嚟。是，俺是说，暖暖还在岘港。哎，昨天晚上的飞机不是已经飞回去了吗？飞鬼飞马咩？你睇下外边大风大雨，都唔知几时有飞机飞。哎，那这么说，菲菲姐也没走成？嗯，对啊对啊，她现在在房间呢。系咯。哎呀，太好了！昨天晚上三哥在岘港呢。啊？阿叔来岘港了啊？他现在就住在菲菲姐以前住的那个1507房。哎，那就住在菲菲隔壁哦。问题。如果呢个时候老婆喺我身边就好啦。咦，阿叔咁熟嘅？老婆？老公？老婆，你点会喺度啊？你点解会喺度噶？我啊！危险啊！门口！你等我过嚟啊！我咪发梦啊嘛！老婆，老婆，
老婆，我挂住你啊！老公，我都挂住你。老婆，我哋以后都唔好再分开，好唔好？好啊！哎呦，好感人的画面啊！哎呀，一天都光晒啦！话时话咧，佢两个点解会撞得翻嘅咧？那还用说，缘分呗。哎，快写咩啊？哎呀，你唔识英文啫，你识公仔噶？公仔挂住个人胶胶珠，即系你请勿打扰咁解咯。啊？他俩在里面已经对了一天了，足不出户的，还不让人打扰。呢啲咪叫做小别胜新婚咯。你两个唔抵得啊？唔抵得都可以照办主碗嘅。老婆，我哋学下佢哋。喂喂，佢哋做咩算点啊？真系，喂，搵人理下我喂。今天咱们也算团圆了，俺也都替你们怪高兴了。今天晚上呢就要回广州了，那俺就在这儿祝恁一路顺风。哎，菜菜菜。搭飛機咧係逆風而上嘅，唔可以順風噶，一路平安。平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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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嗯，哇哇，哎呀，舒服舒服。老婆老婆老婆，整只蝦先。啊，呢度好靚啊。老公，尝尝這個粥，跟咱們那粥的味道不一樣。老婆啊，喂，啲海水好正啊，好耐未玩過水啊，不如落去。好啊！唔係啊嘛，咁先食啲嘢先啦嘛。你慢慢食住先，拜拜。我哋後生，你真係，我冇呢個啫，我食嘢。喂喂喂，阿耀，哎，好聲啊，因住跌咗落水啊，你真係，一個眼冤過一個。哎，俺都不知道多羨慕他們。喂，你講咩嚟啊？俺想念俺自己老公的味道了。哎呀，哎。我真系顶你哋唔顺啊！做咩啊？我饱啦，我去扣喉啊！我话你使唔使咁啊？你真系，哎，最好安排你啊，想阿显了吧？人家一对一对恩恩爱爱的，俺能不想俺老公吗？哎呀，你又系嘅，既然咁挂住佢咯，一冤嗌佢过嚟探你咪系咯。叫过，他说他嫌这儿落后，不愿意来。哎呀，怎么会呀？你看这儿风景多好，吃的又好，住的又好。哎，等俺们回去，一定帮你把他劝过来啊。真的啊？啊，还啥时候骗过你了？那谢谢香兰姐了。哦，对了，你千万不能跟她说俺是在这当清洁工的，要不然她肯定不来。你们干啥呀？他那个人你们还不知道，他的面子比他的命还重要。行行行，你放心，俺们替你保密。那就全靠你了，香兰姐。哎，多吃点，多吃点。哎，等吃紧啦，吃紧啦，吓唔使客气。上嚟呢度，唉，吓我一支咁无脑嘅，唉，望眼睇，咩话？咁我哋翻广州噶啦。保重啊！
俺跟你说啊，阿翠答应去了。中啊，不过他有个要求，说必须要好吃好住才行。只要他肯来，俺肯定啥都给他最好的。哎，那行，那谢谢香兰姐啊。先生，你好，谢谢。南湖港汇安旅游指南，哇，你都要玩我。汇安，中国人第一个嚟香港打工贸易港口。我嚟又细又滑，我嚟咗险关咁耐啊，而家先起电话。喂。是啊，我未到喎，在飛機度。嚇？係飛機唔俾打電話。我仲喺廣州啊。得啦，嚟到邊咗你啦？沉澱。拜拜。搞掂，會員入遊，我嚟啊！酒店远不远啊？现在时间还早，要是回酒店肯定会被人家发现，俺得把时间拖久点。不远，往那边走就是了。师傅啊，往右边开。喂，我问你啊，做咩头先鬼鬼祟祟噶嘛？啊？没有啊。冇，咁你做咩行路啊？入到嚟啊，惊手惊脚咁啊？哦，因为夜深了嘛，俺怕影响到其他客人。我废材嚟。哇哇，好大好靓啊！我咁大个仔咧，都未住过咁靓嘅套房噶。哇哇。老公啊，看就行了，别用手摸了啊。咩啫？间房你俾咗钱噶，我中意睇乜就睇乜，摸乜就摸乜，得唔得啊？小点声。哇哇哇！哎呀，死服啊！老公，小点声。算乜嘢啫？间房我噶嘛，啊你个人阿芝啊，再咁咁多嘢讲，走。老公。耳根清净晒，连唞啖气都舒服过人。哇！呢个浴缸够大啦，一阵间放翻一桶浴缸水，慢慢浸，然之后咧，滴翻支红酒，一路浸一路叹，真系人生一大快事。你好，我想要一瓶1982年的拉菲。对，送来我的房间吧，我的房是2522。什么？我的房间还没 check in？ 你是不是搞错了？我已经住进来了。对呀，怎么可能没有 check in 呢？
俺就知道还是俺老公疼俺，不舍得把俺一个人扔在外头。嘿嘿嘿，我问你啊，呢队服务员点搞嘢噶？啊，我头先打电话谂住要支红酒啦，佢居然话我呢间房未 check in 啊！啥？你打电话要红酒了？系啊。哎呀，坏了坏了！哎呀，赶快走吧。喂，做乜嘢啫？吓，住得舒舒服服，做咩要走啊？因为这间房确实没有 check in 嘛。你话咩话？讲多次。咁你点解会有锁匙噶？因为俺是这儿的清洁工，今天正好是俺值班，所以才有钥匙让你住到。你系呢度嘅清洁工？哎呀，没有时间解释了，快走吧。又做乜嘢啊？带我。仲好讲，岂有此理！明明自己系清洁工，居然同我讲你系导游，又话俾我要食得好、住得好、玩得好、饮得好，而家搞到我俾人抛出嚟，仲要走埋佬，你话你系咪好离谱？老公，俺虽然没有让你住上最好的，但你仔细想想，俺让你吃的是最好的海鲜，喝的是最好的咖啡，玩的是最好的海滩，就差没让你住上最好的。点解？点解你差最后一样嘢？那还不是为了想省点钱？悭乜嘢？你悭到俾人炒鱿鱼啦！老公啊，虽然俺被人炒了鱿鱼，但是俺也攒了点钱。俺想以后这几天还是能让你过上好日子的。你算罢啦，我咁大个仔啊，都未试过咁鱼俾人抛出嚟噶。如果俾人哋知道咗，我仲有面嘅啊？咱们现在是在越南，没有熟人。咁咪仲远，远到出国噶。老公，你消消气儿嘛。要不然俺给你点只龙虾吃吧。龙虾、龙肉都冇味啦，而家。总之识咗你咧，我呢世最黑嘅事情。翠红，我要同你讲，我要同你离婚。离婚？咩话？阿冼要同阿翠红离婚？对呀，大家赶紧帮翠红想想办法吧。我觉得咧，呢个系佢两公婆嘅事咯，即系大家即系无谓去插手咯，系嘛？唔系啊，要帮啊帮啊，你比如叫佢啦，最简单噶啦，翠红话自己有咗，男人嘅死穴嚟噶嘛。错，准确啲嚟讲，应该系负责任嘅男人嘅死穴。如果唔负责任嘅男人啊，佢睬佢傻啦。我又觉得冼师奶应该唔系嗰啲唔负责任嘅人啩。咁啊，好难讲喎，佢份人唔嗲唔吊咁样。吓，不诶，即系阿翠红咧扮大肚咧，就不如咧分家产。嗱，你叫阿翠红吓一吓阿冼师奶，如果离婚嘅话就分佢家产，攞晒佢全部家产，嗌佢着条底裤出街。哎呀，你真系攞嚟讲嘅，阿冼嗰份人正式系月光族嚟噶嘛，有咩家产俾翠红分至得噶？嗱，计我话又俾拖，拖到佢回心转意为止。耶，嗱呢个咧先至系男人嘅真正嘅心声啦。姊妹们，如果老公要同你离婚嘅，一于咧就照板照碗吓，拖到佢傻为止。我哋先唔会同老婆离婚嘅，真系。哎呀，这不是帮翠红想主意嘛？怎么都扯俺们身上来了？啊，大雄啊，嗱，林打电话俾翠红，讲俾佢听咧，我哋头先商量嗰啲桥啊嘛。系喎，系喎。瞓觉。喂，翠红啊？对对对，是俺。记住了，香兰姐，谢谢你了啊！好，拜拜。姐，老公，咋样？好吃吧？好食。来，正宗过广州啲好多啊！多吃点。那你不想跟俺离婚了吧？咩啊？我今次嚟呢度啊，就为咗同你离婚嘅啫。你真的想跟俺离婚？系啊。你硬噶啦，冇计倾。可是俺佢咩私恩，淡淡淡淡咩系啊，讲啊。哎呦啦，
咩啫？你讲嘢咦我咁样，你冇食饭咩？大声啲啊！啊，怀孕啦！咩话？你咁大声做乜鬼啊？那不是你让人大点声的吗？唔系喎，好似同你结婚咁耐，我冇同你同过床噶噃。没有吗？是你自己不记得了吧？咩唔记得啊？我啊，洗剪吹啊，出咗名啊，守身如玉噶，呢啲人点会唔记得啊？哦，你死啦，你死啦，系咪同第二个男人嘅？没有啊，绝对没有。唔使解释啦，解释即系掩饰，因为呢样嘢更加要离婚。啊，可以向天发誓，啊，绝对没有，俺也没有怀孕。啊，刚才是跟你开玩笑的。好笑啊，哈哈，好笑啊，离硬婚啊！一计不成，只能用第二计了。要离婚也行，那你得把你的全部家产都给俺。都系我份家产系嘛？屋计计埋埋，都系300多万嘅。不过咧，系越南盾噃，要攞攞去咧。不是吧？不过谂落咧，诶，计翻人民币都系成千蚊嘅。反正俺不管了，俺这次就是赖着你了，俺这婚就是不离。哼。你睇下你睇下你啊！你話唔離啊唔離啊！我同你講啊，只要我申請咗分居啊，兩年之後我哋自動離婚啊！哎呀，老公，你不是這麼絕情吧？就算俺這次害得你沒面子了，你好歹也給俺一個江湖不過的機會啊！要不然俺死了也不甘心啊！得，睇在我阿爸、我阿媽、我親戚份上，俾次機會你。真的？那你想讓俺幹啥？我上次送俾你嗰把鎖咧。哦，好啦好啦好啦，我送俾你嘅嘢居然唔见咗系嘛，咁即系代表唔重视我，唔关心我，唔紧我，我啲嘢唔紧要啦系嘛 ？OK， 得唔使讲嘢，疏在人在。如果唔系，离婚啊！俺真的没有啊，俺是200%的重视你的，俺真的是不小心弄丢了，俺找了好多遍了都没找回来。揾唔到系嘛？得啊，等你揾到先嚟揾我咯。如果揾唔到啊，你跳海死咧！哦。俺想起来了，很可能是上次俺陪香兰姐他们在海边散步的时候弄丢了，俺现在就去找。哎，要揾啊，都食埋呢餐先啦。哦，对对对对对，老公你多吃点啊。嗯，你食多啲啊。老公，你送俺的那把梳子应该就是在这片海滩弄丢的了。唔系我讲笑啊嘛。喺呢一個沙灘，你揾翻嗰把梳，咁即係用慘我大開流針啫。老公，世上無難事，只怕有心人。你這把梳子一定能找到的。呢啲鼓勵嘅説話咧，同你自己慢慢講，與我無關。因為要揾梳個係你，唔係我。我揾個地方黑黑先，慢慢揾啦你。老公，老公，你在哪里？俺前阵子在这儿丢了把梳子，想找回来。哦，这里经常有人捡垃圾的，会不会捡到垃圾桶里去了？哦，很有可能哦。哎，谢谢你啊，先生。不用不用不用。周勇啊，唔请我啦，整我女啊嘛。徐浩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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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徐浩。呢对拖鞋咪翠红嘅？
係啊嘛，佢唔會咁傻啊嘛，我係一面講下啫，佢咪真係跳啊嘛，最好，最好。翠红啊，你做乜咁蠢啊？我讲下嘅啫嘛，我点会唔紧你？你表扬过我嚟呢度做清洁工，系为咗赚钱俾我。你明明食海鲜过敏，你仲餐餐带我去食。你咁样攞间总统套房俾我，都系想我住得好啲啫。我知噶。我唔講出嚟啫嘛！如果你肯翻嚟，我乜嘢都唔會同你計較，我會令到你幸福啲，我會補償你，俾最好嘅嘢你噶，最好。你翻嚟啦，老公，我回來了，老公。你嚇死我啦！大家好，欢迎大家带手信来了。哇，甜到漏油啊！哇！實話識你咁耐咧，都未試過見你兩個咁煙韌嘅。係，請問顯哥係咪專門出產蜜糖嘅咧？點解你哋一對對翻到嚟都好似糖黐豆咁㗎？咧尤其呢一對啊，嚇分啊冇嚟啊！仲要咧，煙韌過以前100倍。我依家先知啊，點解話顯港咧係一生人必去嘅50個地方之一？唉，三位靚女，冰糖雪蛤，清心兼養顏，慢慢嘆下。哎呀，苗長姐，有蜜糖嗎？喂，你都未飲，唔夠甜咩？啊，不是嫌它不夠甜。俺是好久没有尝到这甜蜜是啥滋味了啊！哎，靓女，咩意思啫？哎呀，快来听下，还用问吗？啊，肯定跟安贤有关吧？哎呀，哎呀，香兰姐，还是你了解俺呀？嗯，翠红，你们俩吵架了？没吵架，俺只是觉得俺老公失忆了。啊？咁大个？是啊。他在岘港的时候跟俺说，一定要让俺过上幸福的生活。这刚回到广州的时候吧，他也确实对俺挺好的。可是，在过去短短几个月时间，俺觉得他又变回跟以前一样了。嗯，翠红，原来我跟你是同病相怜啊！啊，我老公啊，喺显岗嗰时又同我讲，老婆你去边度，我都跟住你去边度。嗯，结果翻到嚟之后。我话老公，你同我去边度？佢话唔得闲啊，自己去啦咁。哎，俺老公也这样啊。俺老公在岘港的时候曾经答应过俺，说，以后每个星期都要干制造一次浪漫。嗯。他之前做的挺好的呀，谁知道回来以后忙他那琐碎的事儿，这事儿压根就不记得了。嗯。啊，那这么说，咱俩的老公也都失忆了？嗯。哎，那你说这男人们到底是咋了嘛？这才短短几个月，咋都集体失忆了呢？嗯。哎呀，好彩我咧就未有期望过，所以我冇失望嘅。慢慢饮，做嘢。小红，我觉着吧，你们家显好不容易有点改变，你可不能让他就这么打回原形啊。哎，对呀对呀，你跟阿耀好不容易找着那种热恋的感觉，你不能这么快就冷却掉啊。哎，香兰姐啊，这人家都说浪漫可是婚姻的保鲜剂。你可得让光哥继续给你制造浪漫啊！哎呦，都失忆成这样了，还怎么制造浪漫呢？那我们一定要让他们恢复记忆。
點解今日鬼咁肚餓。誒唔好啦，嗱嗱聲落去廚房睇下有咩食，醫下個肚先。幫我快啲件衫。不是，啊，嚟嚟嚟嚟，我揾啲嘢食。我睇下，老公。老公啊。啊。哎呀，今日加班攰死啊！老公啊，你摸下，摸下。哇，老婆啊！哎呀，你今日唔好精力嘅，仲有心机睇杂志。啊，哎，我唔理啦，我瞓先啦。喂，哎呀，真鬼攰啦。唔好瞓住啦。系啊，老婆，有咩啲嘢先讲啦。喂。老公啊，不如到这边来选嘛，这边光线好一点。哎呀，做乜嘢啫？两边试衫都一样啫嘛，行嚟行去。哎，老公，你看这件衣服是不是颜色好一点？嗯，唔好睇。啊，系啦，我今晚咧约咗啲行家咧有嘢倾啊，你唔使等我门噶啦，吓。啊？就呢件咧。啲衫帮我执好佢啦，乱七八糟，整巢晒啊！唉，新到树叶都甩埋啦，三位靓女。喂，查实咧，你哋老公咧集体失忆啊，冇理由净系张相就可以唤起你哋老公嘅记忆噶。落重药啦，点样重法啦？嗱咁。你哋咧就將顯港發生嘅事情，即係最難忘、最浪漫嗰個細節咧，就案件重演一次。最難忘、最浪漫。嗯。案件重演。係啦。在岘港的時候啊，俺老公用草幹編了一個戒指，還承諾俺說每個星期都要給俺製造一份浪漫。俺今天也編了一個。對了。放在包子上，待会儿俺老公吃的时候一看见就想起来了。哎，老公，你干嘛沉沉？吃早餐了，俺特地为你准备的擦心包。喂，老婆。啊？你只包同平时啲叉烧包唔同嘅？当然不一样啦。咩嚟噶？你仔细看看，看出来了吧？啊，睇出嚟啦，睇出嚟啦，系个草环嚟嘅。对。哎呀，我老婆，咁搞法分明唔系叉烧包啦，即系话草包咁解啦。你攞嚟搞嘅，你整咗啲嘢落去干唔干净噶？阿米哥啦，我食个第二个啊。系。哎。不是我，哎呦！好犀利！死我无啦啦，点会冻亲噶？嚟，老婆，食个药先。老公啊，我唔舒服啊，你可唔可以好似喺显港咁24小时陪住我？话时话，老婆啊，我哋间房仔咧又细咗啲，我惊佢唔通风咧，连我都舐埋嘢，大镬啦！你就是怕我傳給你，你出去吧，不用理了，免得惹給你。不要這樣，出去吧，出去吧。是的，是的。老婆，不要緊的，你老公我呢，在旁邊24小時stand by，隨叫隨到，一定要吃藥，乖啦，乖啦。搞錯，你真的走？哇，阿媽媽嘅，咁長出咗去，啊，翠紅，喂，冇，真地，報警，老公，你別報警，你未死噶，哎呀，俺這不是活生生的站在你跟前的嘛，哦，你好嘢啊你，你炸死係咪啊？你咪想嚇死我啊？痴線嚟都，那还不是为了让你想起来你在岘港时候跟俺说过的话吗？
我讲过啲乜嘢啫？我吓、啊？我讲过乜嘢？啊！你跟俺说过你要给俺最幸福的生活，你现在不认啦？系咁过最幸福嘅生活都要搏杀噶，唔通翘埋只手喺度等咩？哎，请入嚟。阿生你好，我系送机票嘅。哦，麻烦你呢度签个名。机票？谁订的机票啊？系我嘅。你做咩订机票嘅？去边啊？去显港啫嘛。去显港？嗯。点解无啦啦去显港啊？冇啊，之前喺嗰度咧留低咗我人生好重要嘅嘢，所以要揾翻佢。你到底落了啥在岘港呀？你到底把啥东西落岘港了？到时你去揾到咪知咯。哎，大伯大嫂，哎，点解你哋喺度嘅？怎么你们俩在这儿啊？系咯。阿耀咧话留咗啲嘢喺显港，咁咪攞咯。哎，俺老公也是落东西，让佩佩去岘港拿呀。哎，香兰姐、菲菲姐，俺老公都落了东西在岘港啦。俺老公也是啊。啊。老实交代，你到底拉了啥在岘港啦？啊，我哋咁人齐，一阵间去到显港，不如食翻餐宵夜啦，好吗？好吗？哦，俺知道了，他们不是拉了东西在岘港，他们是想叫咱们到岘港去跟他们一起拍拖。啊，咩啫？哎呀，唔